据日本媒体报道，偶像组合思立会比寿中学成员松野丽奈二月八日去世，年仅18岁。据悉，松野丽奈昨天在演唱会中身体不适回家休息，今日上午5点，父母拨打119电话，紧急送院后确认死亡。松野丽奈是日本 Studios Promotion 事务所艺能三部一人，思立会比寿中学成员，2009年8月4日组成出道，以架空的学校思立会比寿中学一年级 B 班实行永远的初中生制度。在一部潇洒的舞蹈和稳定的唱功中逐渐成长，定位学艺会之王。2013年1月16日，第三张单曲《梅》当日销量飙升日本公信榜第一位的记录。同年12月8日，在日本埼玉超级竞技场举办单独演唱会，为日本人史上 SSA 登场最快记录。